正式开播了。这一季加入了两个新的成员，周深和白鹿，其中周深是最受大家期待的了，毕竟周深身上就是自带笑料的了。看过《青春环游记》就知道周深和综艺的匹配度是有多高了。果然，《奔跑吧》第一期开播，周深真的没有让大家失望。第一期讲的是兄弟团成员回到复古年代，共赴青春之约，体验了父母那边人的生活和交流方式。台球游戏是挑战，周深就是一个台球小白，这个打台球的场面一定不能错过。周深，杆子上滚一滚，看看值不值。杆子在上面滚一滚，他不是。不是，因为它有一个杆子是歪的，我看到哪个是直的那个。杆儿都没了，哥。哎，你要那个点的时候，先看准白球，然后当你出杆的时候，你把那个视线放到我这儿，它就是那个。就是朝他打，向他开炮。随意，周深一上来就迎来九米打直球大挑战，但是周深手里的台球杆和球都很有自己的想法，不走寻常路。他用球杆的另一头打球，结果球杆和球完全是各走各的路。周深直呼打台球太难了，球杆与球齐飞，也只有周深是这样的了。周深应该用阴功的，估计还比较厉害。周深是有点喜剧人在身上的，太好玩了。这个还是那个唱大鱼的歌手吗？果然，猜歌小王子周深也在《奔跑吧》里面被这轮的猜歌环节难住了。第一题就让周深笑坏了。雨蝶重新填曲之后叫什么名字？周深猜了好几个名字，可是最后的答案错了。他张大嘴尖叫的样子可以做表情包。这是一道音乐题。是你的想象是吗？我不行。作有评剧婉君，一个女孩名叫婉君，听过吧？这波惊喜把周深的表情包都吓出来了。周深晾衣服好细致，在晾衣服的环节，周深认真吸取了上一组的经验，他似乎发现了游戏的关键之处。加油，兄弟！你还要打个结，我怕它掉了。好细致，你过得好细腻。谢谢。你穿穿，穿容易掉嘞。来，珊珊来。哎，你们怎么还在旁边？给我，我来打结就好，我来打结就好。OK。加油，珊珊。这周深上线，他精准的把控。每一件衣服都能牢固地系在晾衣架上，但是这速度就慢了。相比隔壁的蔡徐坤，跑步自带特效真的不是差的一丁点。 Angelababy 和周深把惩罚完成过山车，经过一天的游戏，终于来到了笔友公布环节。 Angelababy 和周深在看到前一组失败受罚之后，都在说完了完了。果然，当座椅向后翻倒时， Angelababy 和周深同时发出惊呼，他们过山车了。这俩人自己呜还能起来，又回来了。按过山车玩的，我觉得我俩是一组，什么反应都是一样。他们这自带氛围感的场面就像是坐过山车的样子，两人不但不害怕，还把惩罚完成了过山车，这默契也是可以的。这个节目周深的声音就萦绕在耳边，第一期就让大家回想起了年轻时候的父母。兄弟团全员都是晒出家庭照，一张张曾经的照片再次出现，每一张照片都承载了每个人最美好的回忆。尤其是当背景音乐响起周深的歌声，大家都不禁湿了眼眶，忍不住落泪。周深的歌曲总是能唱到心里去。整个节目可能在画面里看不到周深的人，但一定能听到周深的声音。
奔跑吧第十季有周深，收视率是稳了。这一期节目带给了太多欢乐，笑得有点肚子疼，大家有时间一定要看节目，太解压了。